Hello， 去韩国前心情如何？要喝真奶。很烦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温馨的小房间，真的很温馨，转一圈就没了。嗨，我们把行李放在下面，好吗？不然没有位。给大家参观一下厕所，好萌哦！哇，它有副牙刷哎，天哪！同学应该很兴奋，你兴奋到说不出话来。First time, or you're not afraid? Not really. Ah, 이게뭐예요이게제주숲홍차 Ah, this is my. It's 홍차 好美梦，但是成真，喝马的一种，配上这个超级。Are you sure that you like it? 马克利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广藏市场大吃特吃。左江，你在哪？嗯？哦，在这里。我今天在广藏市场点了一个麻药饭卷。我说这很坚持要吃到的原因。没错。这个是绿豆煎饼，那它吃起来跟海鲜煎饼差很多，很豆芽味很重，很好吃。要去看干货吗？嗯，看你啊，因为我没有要买。这样子过去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做完汗蒸父母了，然后来到了最棒的食物广场。我们买了一个拉面跟三颗蛋，然后还有人买了一个香蕉牛奶。幸福就是这种感觉，就要幸福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。我们家里为大家示范用蛋打包。好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——超贵选的咖啡厅，后面有一个超大超贵的，给大家看。为什么把它放大？反正你们看到它在这里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。在哪里？在这床上。死掉了。它还是在动啊，快死掉了。所以说我选多年粉丝。
那是谁啊？那边就把他们照片到平台上面，什么东西？你们看看这些奶油。